大家好，一年一度的春节来临了，今天我们推荐几款 Costco 年货，希望这些信息能帮助到大家，让大家新春佳节期间吃得开心又舒心。大块的无骨羊腿肉应该是 Costco 目前性价比最高的一款肉，13.99每千克，合下来是6.36一磅。所有的超市转一圈就知道这价格香不香。羊腿肉买回来，大锅炖羊肉，大块朵颐，美得离。也可以炒羊肉，包羊肉包子和羊肉饺子，还可以冷冻切片做羊肉火锅。整块的五花肉8.99每千克，合下来是4.08一磅，这价格比华人超市的特价还香。这肉有点肥，吃起来特香不柴。五花肉可做的东西太多了，红烧肉便是春节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，切成肉丁做打卤面的浇头，做包子饺子馅，还可切成条做腊肉。牛肉馅最近是8.49每千克，合下来不到一磅，不到4块钱，价格很给力，就是包装有点大，每包大约3到4公斤。我喜欢用来做丸子，包牛肉馅饺子，有时也会炒牛肉粒做成牛肉饭，老外喜欢用来做汉堡的牛肉夹饼。整条的鲷鱼又称加急鱼，21.99每千克。鲷鱼是海鱼，是一种比较珍贵的食用鱼，肉质细嫩，味道鲜美，可红烧、清蒸或煨汤。中医认为鲷鱼具有补胃养脾、驱风运食的功效，在日本鲷鱼被称作鱼王，常用来做鲷鱼刺身。粉红色的福寿鱼比较少见，看起来特别喜庆，红红火火的，春节吃这款鱼也特别应景。福寿鱼是淡水鱼，又称罗非鱼，肉质非常鲜美，用来红烧或者清蒸都不错。11.99每千克，每盒5到6条，大约2000克。Costco 的大虾品质特别好，我推荐这两款，一款是全虾，个头特别大，虾头里有红色的虾膏，有头有尾的寓意也很好，可以说是好吃又不贵。如果你不喜欢挑虾线，可以选着这款去头虾，平时我买这款比较多，两款虾的价格都是17.99每千克。今天又买了老豆腐，一箱4盒，每盒400克，豆腐特别紧实，很容易煎成金黄色，用来煎着吃，涮火锅，炖粉条都很棒，每箱7.49，算下来还是挺实惠的。烧烤酱排骨一盒有2大块，每块重740克，排骨采用特制的烧烤酱腌制，已经烤熟，吃的时候只需要在 BBQ 炉子或烤箱里加热几分钟，一份鲜嫩多汁美味可口的烧烤酱排骨就可端上桌食用了。这款酱排骨本周还有优惠，原价19.99，目前每盒优惠4元，折后15.99。甜品我推荐这款蝴蝶酥，每盒重500克，蝴蝶酥吃起来口感松脆酥软，香甜可口，甜而不腻，大人小孩都能吃，也喜欢吃，一盒大约有40个，可以吃挺长时间的，价格10.49，还不错。过年大家免不了要做一些油炸食品，对食用油的需求也比较大， Costco 的这两款大包装的菜籽油和蔬菜油最实惠不过了，每桶16升，价格不到40元，算换成3升的小桶，每桶只要7.5，这价格没有比这个再实惠的了。Costco 这种中筋面粉价格也相当实惠，10公斤的包装每袋只要9.89，20公斤的是每袋19.99。大家包饺子、包包子、蒸馒头、擀面条都可以用这款面粉。最后推荐一下这款来之华人生活馆的八角炒锅，它的形状看起来有点怪，但是非常好用，口径30厘米，锅身高10厘米。适合一家5-6口人，锅体采一体压铸成型技术，锅底加厚，煎、炸、焖、炒、炖都能轻松搞定。目前网上售价139，看看这葱爆羊肉，还有芹菜炒牛肉，使用起来真的特别趁手。喜欢的朋友，下面说明里有链接，使用一姐的折扣码还可以获得额外的折扣。好了，今天的 Costco 年货推荐就介绍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也祝愿您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利，龙年大吉。